来往这边转过去，好，这边走，好，可以，别动啊，头往左倒，脸转回来，再转点，好，再转点，嗯，对，再来点，哎，对，好好好，行，头微往左倒一点，哎，对，行，别动了啊，哎，那个带头要很足啊，很低带头，哎呀，吸口气，吸口气，哎，对，低头，哎，对对对对，眼睛就这么了，稍微，哎，很好，现在啊，行，随着我视线走啊，随你。再倒点水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很好，我看一下啊，咱们这倒啊，不错，好，好，稍微低点头，哎，对，眼睛微微上回来一丁点啊，对，倒点头，对，随我眼神随我这儿走啊，哎，对，心里想点儿。哎，随便随便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这样来，哎，行。您往这，您在这边站点正，稍正，再坐，再坐，好，行，身体别动啊，远正，好，再转，好吧，行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好，不动啊，放松放松，不动这个，好，好好好，行，转动回来。别动啊，再回来。好嘞，行，马上回来。再转，再走。好，头往左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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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。哎，对，马上回来。行，别动啊。哎，行。低点头，微微。来来。还是拿有点拿劲儿啊，还是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好，我等会儿，哎，好，那随便哪个更好了啊，哎，跟这儿呢，很好，别动啊，就是跟着，哎，对对，眼神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行，再搁点脸，好好好，低点头怎么，哎，心里美，哎，行，等会儿啊，您再来一张。没问题啊，嗯，不要怕，嘴太湿了，嗯，是的，好嘞，往这儿走啊，行，微微往左倒点头，低头，哎，再倒点，哎，脸再转回来一丁点，再倒点，哎，对，反正这劲儿够难拿的啊，还是您高兴点啊。哎，对，好，行，可以了，好，这就行，太好了。你看一下，您想要的是不是这种状态？对对对对，对吧？嗯，行吧，可以，嗯，这笑有点稍微过了一点，是吧？对，你每次一笑就别让他大乐，嗯，眼神很关键，这个你看一下耳朵就很那个，我没看，你看一下耳朵，嗯，有耳朵，那还是要稍微严肃点，嗯，是吧？嗯，太严肃了吧？因为我还是就放在公司里面，还是严实的。嗯，您那个瞅着就很和蔼，嗯。您看一下啊，嗯，您自然，嗯，很舒展，嗯，这个就差点意思了。嗯，我觉得人家还是有点有点歪，我觉得还是要正点，因为还是感觉就是那种正面照跟那种照之间，嗯，再正一点是吗？嗯。人还是要严肃，人的感觉还要正一点，这头顶太高了。再倒点头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再转点脸子嘛，哎，对了，再倒点头，喂，哎，对了，没事随我这啊，心里想没事啊，哎，很好，行，那走，哎，行，行，这样，看看，一二零迈，可以，我觉得，是吧？嗯，挺正规的，嗯。行。
是可能喷点水，喷点小水珠子，可能有不是蛮好的。那是头发不行，被那汗夹的，那感觉很辛苦，着急，我的天。就是那个白磷其实最好。而且它有时候它就能半哑光的那种。白磷抹完之后，抹完之后它一直那个婴儿油嘛。这个会冒那种贼光，它是冒了贼光，冒了就是那种很贼。用水能去勾。然后，耳朵的形状，耳朵这个就得，这有反光近点，然后背后也有勾的，反光。这后边有灯，后面肯定有灯，对，后边肯定有灯。你后面就有灯，要不然头发出不来。嗯，至少得有灯干。拿灯吧。什么了？来，坐上这里看。嗯，到跟前，到正面。好吧。一会儿看完以后，你就直接蹲下就行了，嗯，就不用动了。衬衣。你这颗扣子解开吧，它崩了。奶奶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手去拿。要，你现在要。再转一点，你稍微这样歪一点点。哎，对，要这种感觉。对了。啊，这不能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那个铁蟑螂老师那个脸上有水，你没事没事，水不要管了。哎，说一说你，我把开门打开。哦，哎呀，眼睛睁开，在你眼角那个位置清晰就行。啊，没问题。是啊，没跑。嗯，说完他。开了啊。那你稍等一下。合上了。合上。哎，没有。好吧。上行。对。三。啊，没有，快拍完了。啊，都拍了。哇，基本上是痛苦死了。哎呀，我靠！那你看，九哥，哎呀，这什么情况？多少环？